星期一一起来破解古王榴莲的迷思，星期二来看看为什么天气炎热会导致居家电费暴涨，适逢世界防治结核病日，星期三一起来了解这种疾病，星期四来探讨维生素 B 是否可以增强免疫力。哎呀，快要报税了哈，税期将至，我们请专家在星期五教大家如何精明缴税，要记得守住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2点钟，只在百度空间的火力加油站。